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多指点的哈、系统总动量使用量，就是说，如果呢这个是一个多指点的系统，比如说一盘沙子啊，或一块大石头怎么样哈？如果它受外力呢等于零，就不受外力，或是受外力和等于零的话，那么它的系统总动量呢会少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哈，我们之前呢不是有讲嘛哈？就是说，系统所受总外力、是等于整个系统的总质量，乘以多少呢？直线加速度嘛。如果系统、所受总外力等于零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、这个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呀，写成的 m 哈、乘以多少呢？执行速度对时间变化力嘛，它的单常数可以拿进去，所以变成多少？变成是，mvc， 除以 dt， 之前我们有证明过嘛，实际上是总系统的动量是等于它的执行动量，所以这个实际上等于系统的总动量，也就是等于总动量对时间的变化力。其他问题是说，总外力等于零啊，所以系统总动量对时间变化力等于零，也就是说，系统总动量不随时间改变的、不随时间改变就是常数的，那这个就所谓的系统总动量守。系统总动量什么时候会守呢？就是说，它外力受的外力等于零的时候呢，系统总动量就会守。